你来看一下，看一下这面人，这面一窝双面的铁面的卡斯罗哈，漂亮啊，卡斯罗非常漂亮，看没有，牛逼不牛逼？这要啥价？3600，再整吗？哦，这耳朵还没那啥拆下来没着？这这样，铁面卡斯罗哈，铁面卡斯罗有多大了？3个月了，疫苗齐全的哈，铁面卡斯罗，这才是真正的铁面卡斯罗，看头版哈，非常漂亮。最低多少？最低多少？多少了？最低多少？多少能拿？1000多？1000多能拿吧？拿。哦，这个3000多，最低2800，最低2800，这一个狗狗确实漂亮。不要闹，再见。它没有整出新面啊，这是给它拆线的，然后最低了是吧？不能再说了，整出新面都能戴是吧？铁面卡住了哈，这是铁面的，漂亮，看到没有？2800，和1000多的卡斯罗你们比较一下，这是2800的，好吧？评论区里留言。这边有一窝卡斯罗哈，来，这边还有一窝卡斯罗，这个头版看一下哈，来，这个头版就不怎么样了，和刚才我们看的卡斯罗那个铁面呢就没办法比了，看一下头小，看没有？骨架也小。月份小是月份小的，关键是它骨架小，头板小，看到没有？来，这卡斯罗谁的？要多少？1000没了。这是1000，看一下这1000的卡斯罗哈，这是1000的，你和那个刚才的3800的卡斯罗这一比较就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骨架是什么骨架呀？你看一下，苗条的身材非常苗条，对吧？身材苗条，头板小，1000，这就是卡斯罗的高低哈，它价格高低的区别，看到没有？评论区里留言哈，评论区里留言。